大姐，我这不是我。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哎呦，我小娃娃，满月，为亲戚朋友来我家做客。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次，明年我还要再去这里，带我全家，就想致富到的。 你们村做这个疫情防控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啊？都是啊，就是我来人员，不就是缺粮，直接基本上我们就直接不追究我们村，要把些事直接都全部取消了。这几天的这个菜呀、米呀、什么都够吧？怎么呢？我家还是，他考试。 前段时间就准备好了，所以就当时还是够用的。今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疫情差不多就结束了。你在家政府挖挖这些，去敲啊、引导这些，不是去选啊，差不多就回来吧。啊好，你可能是。 烧纸是因为通音啊，那你自己烧吧。好。 今天上班，来看看你。先证明经济就应该经济的好的。然后我就他们本来帮我们。那明年你这个可以多发展点这个，你能养这个？ 咱不是想，无法长大的，但是要加紧就这种，不仅就可以。我们脱贫还是不脱改。好。我们说作为瓜帮帮子人呢，我们还是一直挂着，要来指导你们搞城镇生产，搞没有把你们的这个发展思路。 今天感谢物业，作为学生时代，老师来单位培训电工这些，然后专门的这些，就是供电这些，平常自己家中用的电这些，拿点回来，就不需要给亲别人，自己就可以做好。
是能吃几份的话，这一杯一杯。这个是秋天，然后大腿一样哈，这样不把你再要上的干、啊。十一年了，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各方面都是比以前好多，之前都是真的感谢共产党还有就是政府国际领导对我包括是整个我们村都是帮助相当大，以前小娃过生日或者是那都是哎我自己想到穷买不起不当好的喂今天我娃这些不真是啥是政策啊各方面都想得好帮助老母想得多凭自己能力啊多发展多就给做点补习做点小工就行把自己的生活做得越来越好。